现在是真的被绑在这个，快点，像是监狱的铁栅栏里面，而且我们现在后面还要传出那种，叮叮叮叮叮叮叮的声音。而且他是不是会穿在一种那种叫声呐、啊？对啊，快点啊，后面都没人呐、啊！我们现在后面满300，哎、欸，你都坐地起价的耶！满500，你这样子，我要自己把手解开咯，不行，快点！我们现在被捆绑在这个栅栏里面，然后因为当时，请大家赶快分享，先分享好不好？500，我们才能被送脱啦！后面真的都没有人啦。现在现场就我们几个人了，他们其他人都已经上车了。哎、欸，如果现在后面有什么状况的话，我们是逃都逃不了哎、欸。所以请大家在看这个直播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后面有没有什么状况发生、啊。哎、欸，我真的觉得你胆子很大哎、欸，你都敢看着前面讲话，我没有办法，我没有。你看后面，我看前面。我完全都是。请大家帮我们分享，如果超过这个300的话，我们就可以松脱这个绳结。你是到底多少？你问他，他说500啊。现在多少了？现在306。306可以了，可以了。不是要500吗？他有。他刚刚说要500，到底要300500？那400好了，有没有很折中？快点，360。快点，各位分享再分享。哎、欸，好像有声音呢。真的有声音了呐，而且比刚刚不是像我们刚听到那种那个。那个撕裂，那个叫什么？那个，刚刚有一个小朋友的声音啊，一下子。OK， 我们先走吧。哎，你干嘛先走？你怎么自己脱了？你怎么自己脱了？你为什么不帮他？我想说我自由了，我就想要回家。不是你怎么自己脱了？老师来，我们来旁边讲风凉话。他还被绑着，对不对？那我们就走了。OK， 我们就撤。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你们都讲好的戏嘛，都演的不一样哎。不是说进来你要帮我们解吗？可是我想说他就开了啊。啊，那不要不演的啦，还无害。我那边演那么久，老师来讲。我们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面，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工厂二楼发现，他竟然用一个像是那种监狱的牢笼的铁栅栏把它整个封住。照理来讲，工厂应该不会有这种叫什么设计的概念，但是因为我们来的是那个纺织厂，因为如果一旦有人离开的时候把这个铁门上锁了，然后还有人留在这个厂房里面的话，那这个人就完全出不去了。这种意外状况，你刚有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吗？弹指。对，老师听到吗？就后面呢？真的假的？后面真的没人。你说哪里？这边真的都没人了，都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可能会？在刚刚那边后面有一个，好像你说对了，这样子。我跟你讲，我真的说对了，因为当时在这个工厂曾经发生过，有小朋友在二楼，因为他在玩这个玩游戏嘛，他可能躲起来，那要离开的员工他没有注意到，所以他就离开的时候自然就上锁。上锁之后呢，这个小朋友找不到其他的路可以下去，他从一个当时是送货的一个通道口。直接用那个通道口当作像是溜滑梯那样的方式溜，但是一不小心呢，他就撞到了头，然后就发生了悲剧，就往生了。因为那个通道本来就是给这些原物料啊，它的东西下去根本不是让人使用的。对，所以我们现在人就站在当时放二楼应该是仓储的空间的这个门口这样子。对，啊，而且老实说。这里的温度照道理来说，一楼跟二楼不会差太多。但是一上来，我就感觉到很冷，很冷。在楼梯口的时候就有开始冷。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因为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吗？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这个地方哦，磁场最阴的部分，我刚才提到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旁边的这个电梯。哎呀，你看，我跟你讲，很黑很黑，这里是一个货梯哦，小心哦，小心哦，不要太近，不要太近，不要太近，不要，因为电梯在一楼。对，我下去就直接下去，不好这样。而且那边很恐怖，这样是除了，它比较那个以外呢，它磁场上面是很干扰的。那个地上来说，还有那个蛇皮的那个蛇蜕在地上。哎呦，哦，因为刚刚老师其实有在这边已经有先提醒我们了，说不要靠那个轮胎，因为待会你可能会头晕，会很晕那样子，所以做任何的情况都是很危险。好像是水滴的声音，就是那边，我刚刚就是在那边听到这种声音。那边就是通道口。就是这边，这里，就是这里，
这里，有没有那积水的那边？嗯嗯，但是我们刚刚被绑在那个铁栅栏的时候，就有那个声音。那边一直就有，但是很奇怪是你，好像有人在惨叫了。超大声的，什么都没有。大家有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吗？有听到很奇怪的叫声吗？手机收音收不到。我们现场是在远方，好像听到有一些叫声，很大声，然后很凄惨的那种，感觉很像那种受尽凌虐，对啊，那种感觉。好，然后我们今天呢，除了在这个二楼的厂房，听到这些怪声音之外，刚刚怎么那么痛破皮啊？破皮了！啊哥，对不起，怎么受伤了？刚刚不能说了，对吧？辛苦了。然后里面不比，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只是其实只是一个玩笑话，但是我没想到你真的去做了。我知道你是玩笑话，但我就问了两次，还一次你就说是啊，因为我想说哇，我两次都是玩笑话，我哪有人玩两次的啦？所以我们每次出任务的时候，真的就是。等于算是有点硬着头皮冒着生命危险了，真的辛苦。因为我们真的豁出去了，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开对方玩笑，开两次以上，真的。好，今天晚上的播出是这个哪一集啊？哪一集？那个你跟那个我们两个吗？我片场。哦，我跟娜娜，我们两个人去一个。之前曾经有被人家当作是医院，但是当医院一小段时间之后就荒废了。那因为它荒废的场景实在太惊悚了，所以就有这个拍片的剧组把那个场景直接拿来当作那个拍片现场。但是在拍片现场的时候，就有看到好像是这个窗户旁边有一颗头探出来，就是在拍摄的过程，可能就像你们刚看到后面有窗户，突然就是会有头出来，然后导演就喊卡，在录。出来了三次，导演就发现今天先不要录好了。对，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候会播出。那我记得在执行任务内容的时候，有听到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声音，距离我大概就30公分吧，就真的在我耳边，非常非常近。狭小的空间，对，我是哦，对，我那一个，我们是就是在那个房间，然后我不知道我的那颗头是不是他的那颗头，但是我也是看到一个。灰蒙蒙的，但是是真的也是就这么近吧，因为我是隔着窗户斜进去。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今天晚上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晚上呢？节目首播之后，我们会在粉专进行有奖征答。今天要送出的是眼球的钥匙圈，也是非常非常精美。我这下午的时候有在粉专有po出。差不多这么大吧，所以其实是你放在包包里面很好捞的，一捞就捞到，然后又可爱，对，当一个吊饰也很好看。它那个造型很抢眼，就是那颗我的那颗大眼球，眼球造型的钥匙圈，我们会送出几个？一个，啊，只有一个，哇！以前送礼物就只有送一个啊，今天我拿过三个，他说为什么送三个？对，因为前一阵子都送太多了，我们现在要回归送一个，一起送一个啦，这样子大家才会珍惜嘛，对不对？对。那今天的有奖征答题目是什么呢？今天第三关的物，我想一下，我忘记我做什么题目。今天第三，我看一下我那个粉专上面有了。哦，粉专上面哦。那个会有活动页面嘛？哦，对对对，所以有奖征答页面。你就看完首播以后呢，回到粉专，然后去看那一则 po 文，就是关于有奖征答那一篇 po 文。上面会有题目。对，上面会有题目。对。大家都会乱传，这篇要在正确的po文下面留言才算哦，因为到其他地方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是这篇哦，各位。逃跑正奖时间1月11号这篇哦，好不好？今天要抽出钥匙圈一个。然后题目是今天节目第三关任务的谜底是什么？哦，就是有一个谜底，我们有出一个谜底，他需要去找到这个谜底才能过关。就是说这个，对，是不是很可爱？这个挂在包包上其实也蛮好看的，而且它是立体的。对，在这一篇哦，是记得是这一篇哦，这篇哦，不要留错篇哦，其他篇我们是不理的哦。
看过就忘记哦。题目是今晚节目中第三关任务的谜底是什么？嗯，对。那待会十一点钟的时候就会播出了，那你就要看到最后的时候，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粉专，十二点的时候回到粉专来留言。对。大家说李医生好像又瘦了。会不会是因为我又胖了，所以他才瘦？我们就是一个对照组。头发要可能要再稍微吃少一点哦。不过大家说你今天头发绑两根，这个很可爱。很可爱吗？啊、大家喜欢吗？应该蛮喜欢的吧？我看大家都说我还蛮喜欢的。那就回去看看老大喜不喜欢。司马光。对。对啊，他上次绑两个球球，他说我是司马光。对对对。就希望大家晚上记得，最重要的是要收看节目。对，十一点钟的首播。嗯、欸、已经有人留言了、啊。现在就知道，不可能吧？他留通灵吗？他留，我想要娜娜的签名照、哦。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人留，好的。好的，帮你回答。想要签名照的话，一样送那个赠品，会附一张他们两个的签名照、嗯。所以大家只要上去就是留言，你的脚怎么了？没有，刚好好像就是快要抽筋的感觉，嗯、伸展一下。好了，我们先去确认一下，有时候脚好像也有痛，脚可能是淤青吧，但是手这边比较痛。这样子真尴尬啊！对啊，已经开始变黏了嘞，真的有点渗血，组织液已经黏了。不行，狗我！不是，因为我手是脏的，我不能这样碰你的伤口。可以的，这还好，那等下只洗澡比较痛哎。你要先洗洗，结疤就好了。这个是酒精。酒精擦，这更痛，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是，可是至少先把上面的脏东西擦掉啊。对啊，这是真的啊，是真的，真的酒精擦，它至少是安全的吧？对啊，我就是为了随时随地怕。有人会拿酒精擦来擦伤口吗？会啊，他上次就帮我，我上砍紧受伤，直接盖吗？就是擦一下，就是把。因为它就是真的是杀菌，它是真的是酒精。擦边边线啊！你我刚盖过去，至少不会感染。伤口至少不要感染啊！我是觉得。赶快回去。赶快回去。不能消音。没关系，你可以很真实的告诉大家你的感觉。看，好痛哦！忍耐一下哦。对对，没事，那个，对啊，结巴就不能弄。OK， 好，赶快下去，你赶快先吃吧。拜拜，跟大家拜拜。拜拜。脚应该是你。好，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边都没有人了。好，这是我的影子。好，小心细菌，对，所以要带酒精擦。然后我现在往声音的方向走，刚刚声音是从这边传过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我们先走过去看一下。对啊，心痛娜娜哈，我们也蛮心痛，她刚跌下来很痛的样子，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对，所以出去我等一下外面有那个。处理的前方有高能尖叫，我不晓得我想往前看了、你刚刚有听到尖叫声，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但是因为没有看到东西，因为这边都是就是蛮空旷或是有些杂物，但是没有看到，听到声音吗？是类似尖叫的声音，对，但好像没了对，但是现在好像没了，好像已经刚刚声音好像已经就没有了，就他们走下去之后好像我就没有听到了，对，刚刚声音很小哦，我不知道我们刚好接麦克风了，好啦，那就麻烦大家记得要收看节目咯，然后电视机打开没？请赶快打开。那我要想赶快出去，就是看娜娜现在伤口状况怎么样了。OK， 好了，你看到什么？忍不住看到一个人写，我看到了。你看到什么？你好像听到了哦。好吧，拜拜哦，要记得开电视咯，拜拜。